你知不知道你粉丝破200万哎？是不是有什么粉丝福利要送给海哲们呢？把我手机给我看一下吧。对啊，这个充电宝是之前粉丝送给我的礼物，我特别喜欢。我还有我用的最多最多最多一个东西。就是我的篮球。有的时候在片场的时候呢，我也会偶尔会拿出来玩一下，然后练练运球什么的，因为实在没有时间去篮球场，我就会在片场的时候，比如说只要地是干的，我都会拿出来玩一下这个球。最后，老板给海哲们说几句暖心的话吧。特别感谢我有这么好的粉丝，然后他们送的礼物我也会好好的保存起来。我觉得能有你们陪在我身边，我会很有动力的去坚持我自己的梦想。我看到过很多粉丝们的微博名字，有张哲瀚的篮球鞋，有张哲瀚的篮球梦，有张哲瀚等等等等等等，有你们在我的背后支持我、鼓励我，然后去帮助我，有你们我才会变得更加暖心。我觉得是让我成为了一个温暖的人，你们温暖了我，我也会用心去温暖你们。谢谢你们。